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史律师就提到过，这一季呢我们引入了一个替换机制。更吓人的是这一期可能连嘉宾都要换了。我们聊到一半突然说撒老师来出来一下。你们应该引入那种竞争机制，把我们六个编成两两一组，既合作又竞争。好了好了，程程有头秃的时候，就是这种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吗？也有，就是没出道之前特别调皮，然后就被约谈了，我记得特清楚。然后那时候杜总也来了，然后呢，杜总就坐这儿，庚哥就坐这儿，我就坐在现在这个位置。庚哥也不指名道姓，就说有些人啊。我看到就是你现在头发这边已经被抓起来了，令你头秃的压力时刻有吗？有，我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录专辑的时候，那首歌它叫做蓝色降落伞，然后因为我是新人进录音棚完全不会唱嘛，当时那个监制是高晓松老师，然后高晓松老师然后他就走了。